绍乐手的时候。那但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呢，不是台上的乐手，而是台下有一个乐手。为什么要邀请他呢？因为他之前在我的小剧团有演出，那今天因为不够，就是我只能付钱给这些乐手，所以他就没份儿。但我在想，没关系啊，让他就是上来一下，就是沾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我们来那个介绍，你好了吗？他叫陈基豪。陈基豪，你快上来！等一下，不要再走进来，你走到那边，那个灯已经帮你打好了，你看到吗？你往下看，那个位置已经帮你打叉。对，今天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这个桥段，因为我听说呢，我在小巨蛋的演唱会的时候。对了，你也有看，但是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我演出完以后，你竟然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表演，我竟然没有看到，所以我今天就想让大家看到他的才华。他才华是什么呢？感觉你已经准备好了耶，你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其实我只想看到你跳一支Michael Jackson， 好不好？Western 有点太西洋了，太 international。那我们来个 local 一点好不好？ local 一点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来个500好不好？准备。